来，加个油，加个油，换一趟。I woke up pissed off today, and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.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.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瓶子，我是潇洒，马上开始今天第二场的比赛， A 组的对决，成都一商会对上长沙滔博。打了一个蓝 buff， 这波来了，上去主动动手，先拿小盾，小盾人一次减二技能，盾好了，跳上去上一枪够了，收掉了，有什么一闪而过，那是击中你的炮火。阶段变了。哎，这波包过来了，马超在这个地方可以一直万人归校去打下场，再来一下最后一枪，我要跟上来把小鹏给带走。张飞回头吼了个大招，但张飞大招交出来，自己也走不了，双前排全部阵亡，只剩顾星河雨辰两个人了。打了好快，对，这个血量三万了，两万五，龙击飞了。还是未央带着上路的兵线，哎，这个换位小失误被卡了个墙，但是已经无所谓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。这一波未央他其实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已经单杀掉了雨辰的红，对，卡墙了，卡墙了，真的没钱了，对他，但是问题是你中路一塔都没推，你这个关羽怎么绕大后了？是的。但是这波打完之后，哎呦，一诺也很惨，再点一下暴击，1627，爆死了苏沫，真敢点。然后呢，这波团又打起来了，往上天，但没打死人。家里的兵线也刷了，上路这波兵线虽然被解除，但是可以强拆掉。是的，滔博等于是猝死了。是的，复活最快的小鹏，8秒钟、7秒钟，但是兵线已经到水晶下方，一波猝死团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会3-2战胜长沙滔博。这是他们在 KPL 正赛第十次战胜长沙滔博，十连胜。各位屏幕前的召唤师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，A 组济南侠对阵成都 AG 超完会。今天。张飞一口大碰到了三个人，但是能走吗？回头塔下有兵线可以跑掉，易安过来了，追一闪顶上去，外面去框住，一枪先带走不计，再带走花云，回头再来一枪找奥神，阿古朵也走不掉，中路稍微磨一下，易安顶最前面，往前顶，外面之局没框到，直接闪现交了，是的，但张飞来了一口大刀喷到了三个人，但是这波小叶是个绕后的位置，小叶找不到后排，后排全在自家蓝区。未央明刀换复活，是的，未央再转一下复活，虽然没打出来，但是完成了最后一个技能，二连击破，很好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绕过去只看到了个易安，身后一个人都没有。而且艾斯张飞这波大喷的也很好，把人全部都留下来了。没错，这一波上小叶最强，一波不打人只推塔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D 超完会。他是需要去打人的，谁又一把人卡
九成这波线是完全给到未央吃，想掉，哎，有机会拉回来了。对，进这波有大招推回来，秒了，击杀掉无形。九成这个草蹲的是真刁钻啊！关羽进加马可，还有西施玩手法，还有盾山，拼操作。济南二大木侠他们这个阵容的话，就是直接赚大招，直接贴脸赚大招。不及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。这把花园的输出环境，老实讲，确实要比一诺好。哎，这波小叶二技能没拉到，回头被点一套。依然这一刀挥上去，大招直接落地，一刀闪现斩过去，配合未央杀掉了花云，而且无心也阵亡了，武器只能接下小叶，但是未央并不想让他们两个人走。九成要留横截一炮，刚好打到打无心，无心这波一技能还卡墙了，没有打到，一个大闪定，两个中间一技能霸体做一个蹬锤头，还是倒了。未央二连击破之前，奥森一个人下路有限，人在中路走，祸从下不来。来回换位，冲出了金翔立场圈，被吕布让他跳起来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3-1拿到这关键的一个大场积分。六，还是赢了，滑出去了，兄弟，还不滑出去一波了，你差不多，后面那个线轮一波的。我看你自己思路线看一下，好慢。我操，五点。哦，我死了，哥。走走走。好、啊，为什么回答到？为什么我看不见他的意思？一技能 bug 吗？还有输出反应？交闪避。今天第一场比赛就是成都一商会对阵到深圳 DY 有那个蒙亚穿墙、表的怪、这波二技能顶到了，蒙恬上去给一枪牛魔大刀，你到底一波回头秒了，接着把人当小兵来吸啊，这小左这伤害太猛了，对，再来回头继续点，这波小易在一诺的脸上被打出了一个复活，没办法，小左伤害太爆炸了，三连决胜。And you let her go. 一点了，身后有人了。有实时预测，四个人都看好 AG 啊。闪拍，这波吕布跳大招，五进换位，还在秀，再秀，还能飞吗？还有蓝，哇！一闪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一闪 A 一下，我这波未央秀起来了。对，一丝血，一颗雷下去砸到、下路的闪现开马可，进化马可波罗回头转大招，在一个小左会躲掉了聚合，再点一下，把秦川给点死，三个暴击啊！Staring at the ceiling in the dark, same old empty feeling in your heart. Cause love comes slow and it goes so fast. 拉出塔外，大乔给大招，坐电梯回去，再传下来，他们想强行一口咬，直接一口咬，把花枝拉的咬出来，并且打回了泉水，把王者也救了出来，兵线进去了，以及所有人直接集火想去推的这个线被秦川一技能给顶了出去，李元芳翻滚出去，回头直接想点二技能再躲一下，未央的蓝给击杀掉，再来一枪捅一下花枝，看他一闪，一闪在高地下方还是强杀掉了李元芳。你们恭喜
回到了 S 组。 S 组了，幸好买了个名单，用不了他们进，我二十年低了，他进真的应该掉了，都用不起，急了都急了，觉得他换位一下就不用了，这还是好看一下。我们中期又说了，其实不用换了，中期还没有换，还是有点松，你知道吗？视线没在哭的中间，就慢慢打比较的，慢慢的不通过的感觉，我们的妈妈他们也去掉了，他们是人全部结合了，burning low,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,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.